你回来了。嗯。啊，早上熬了粥，他没胃口，就只吃了两口。这是重新熬的。给我吧。嘿，你这是？我去加四分之一勺白糖。吃甜的不太好吧？这还有肉松呢。十一喜欢。我去加糖，在这等我一下。 为什么不喝粥啊？没味道，多多少少喝一点吧。我喂你。甜的。你昨晚去哪了？ 昨晚我去看外婆了。外婆不舒服吗？现在好一些了。嗯。文信的身体是不是？文信的身体情况不是特别的好。那你还带她来见我？她坚持要来，我拦不住啊。 一定要保我平安。那天你是怎么掉到水里的？ 船要掉头，文信没站稳，我想扶他一把，不小心就掉下去了。没站稳？嗯，可能是我站的位置不太好，脚下也不平，就摔下去了。来，我不想喝了，你陪我睡一会儿吧。连穗说你这两天都没怎么睡。 一定累死了吧？那你先把粥喝了。我把粥喝了，你陪我睡一会儿。只要你把粥喝了，我就陪你睡一会儿。讨厌。时光无法偷走回忆，用尽所有力气去寻找你的痕迹。 春花秋月藏在心底，为你赋词写意，温柔的很小心。重写前尘往事的结局，让故事待续。你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渐渐清晰。当心跳一。 太累了。
你明天带我去看外婆吧，好不好？你身体还没痊愈呢，先休息休息吧。我已经好了，真的。外婆喜欢我，看到我肯定高兴。带我去吧，嗯。如果要去看外婆的话，你可能要做一个心理准备，她现在可能不认识你了。上次走的时候，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饿不饿？嗯，有点。那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。嗯。